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早安华尔街》。那其实最近一年以来啊，我伫这个节目内面一直在观众朋友讲，哎，进来探钱，进来探钱。我不晓得有没有感染到你啊，对不对？我说年底搞啊，啊，今麦你看人个公务人员去出来讲年终奖金两个月、三个月，给你一百个月我都无所谓，我探比你卡多嘛。我又没跟这样讲，对，你不要去对面。怨天尤人，你要家里要万谈说啊，我那么紧冲下，你要自己懂得自己去赚。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讲，即使以昨天的行情来讲，其实也不外好啊，大盘起二十通点，对不？但是你有没有看上市加上柜涨停是五十几斤哦？对，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懂得会选股，一天七趴，你别讲几个月薪水炸的拢赚二六地啊！对啊，那这个行情到年底。持续都是这样，指数你别讲也大起大落都没啦，但是呢，个别股啊活蹦乱跳，所以重点是安怎，你有哈多经历可以去的股票，才是你在目前会当赚到钱，袂当赚到钱，上重要的这个一个问题。对，所以观众朋友，还是那一句话，如果到现在你都还没有来赚，你越慢进来，你会越怕、啊。因为哎呀，起下这起呀，啊，嘿呀，起下几，嘿呀，创新高，嘿呀，创新高啊！特别是现在会涨的股票就会涨，一直起，一直起，起咖你唔敢买啊！不会涨的股票你卖去买，它不会涨就不会涨。对，那所以你要去掌握到那一种会涨的股票刚要起涨那一个点，完全没有。这才是你伫目前啊，会当判断的一个上重要一个问题。没错，那当然啦、啊。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为了鼓励大家帮自己赚一些年终奖金，我们也是公开讲很多趋势的股票，而且是一个族群一个族群帮你抓出来。那这里面跟你讲的股票，其实你现在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说，哎，我们讲的包括你可能不会买，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买。我们连怎么买都教你啊，那有没有赚钱？我觉得这个才是你看我们节目，你应该要学到，甚至你应该要实际去做，你才有赚钱的机会啊。我们敢这样说啊。那你看下去哦，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说，这个台积电相关设备的部分已经讲这么多了，好，我想还需要多讲吗？哦，当然啦，当然要讲一下啦。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趋势嘛。那这里面我们帮你点出来的股票，比如说之前的红树突破五线纠结区，我们说必有大行情，拉回可以买。那果然是连涨三天嘛。包括之前点出来红树在这一边，四合中沙、星云，这些都是帮你直接点出来哦，就只差没有拜托你去买。就这样子而已。那你看哦，我们甚至连怎么操作都告诉你。那你看哦，昨天的红树其实表现并没有非常好，我是坦白讲，昨天大盘涨它是跌的，没有错。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你记不记得我讲半导体设备的时候，我怎么告诉你？我说你要怎么操作，拉回就是早买点。那你看我讲的有没有错？第一个红树，你看带量突破五线纠结区。从我告诉你技术面讲完之后，包括整个半导体设备的趋势跟你讲完之后，涨停，大涨再大涨，然后呢连涨三天。那你再看看昨天拉回，哎，重点是这个拉回啊，你不要永远去追高嘛。哦啊，拉回可不可以买？拉回可不可以买？等一下开盘你就知道了。你不要说我没提醒你，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你说老师，那他很弱，又不敢买，拉回去买永远是你最最不会做的事，最不敢做，你只会追高嘛，所以你永远都在套牢啊。那观众朋友，你看哦，带量突破五线纠结区，必有大行情，是不是每个拉回都是买点？那你说老师真的是这样吗？哎，真的是这样吗？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可以去这个证明说我讲的是对的？有还是没有？来，你看下去哦。之前中沙跟星云我都是这样告诉你，之前中沙跟星云我就跟你讲，创新高拉回你就是去买，
为什么？因为你去买你会赚钱，结果你看哦，之前的中沙是不是连续都在创新高？包括星云，你看星云从十月底我们正式跟你讲半导体设备哦，10月30号回去可以看重播哦。那我们跟你讲半导体设备族群要买，到今天为止我们告诉你的拉回就是买。那观众们你看哦，如果这一段时间从这一边以来，从这一边哦，只要有拉回你去买，你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只要有拉回你去买，你是怎么样？你是大赚，老天爷打勾勾给你看，你有没有看到？老天爷打勾勾给你看，打勾勾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讲的对，代表我让你赚钱的了。好，所以半导体设备，我还是那一句老话，只要你想要做波段趋势的股票，半导体设备你特别留意。那你说老师，那半导体设备其实有很多都涨到天花板，哦，有很多涨到天上去，星云也创新高，最高来到62.4块，很多股票都涨上来。那还有没有什么族群可以去留意？比如说啦，车用电子，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车用电子的部分哦，我们光讲一档股票做代表就好。车用电子里面，我最欣赏的是哪一档？哦，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带会员赚，我不会跟你讲有。但是车用电子里面，我最欣赏的哪一档？你看哦，2497，宜利电。哦，但是观众朋友，你要仔细听我讲，宜利电这家公司它做什么？叫做车用电子啊，哦，但是影音产品，哦，就是你在车上听音乐啦、听广播这些影音产品，看行动式的电视这些影音产品，它是相关产品。哦，但是你要注意哦，它不是强迫你每一台车，比如说我今天是 Toyota， 或说我今天是 Nissan， 还是我今天是宾士、法拉利、什么 Porsche， 不是，我是这一些公，我是这些车子的车商，我并不会强迫你，它是标准配备。哦，但是单季的获利是 1.05 单季获利，你就说老师，单季赚 1.05 好像有点少，以他目前的股价哦，昨天收盘68.2块，最高来到71.3，哦，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不是它合不合理，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趋势一旦成型，就像我们讲半导体设备，一个趋势一旦成型，宜利电可以从21.9块涨到71.3块，涨三倍，可以从21.9块涨到71.3块，涨三倍。那它的整个一个车用电子来讲的话，其实它的那个吸引力并不是那么诱人。为什么？因为我说过，它不是怎么样，它不是标准配备，单季获利只有 1.05， 但是它大涨三倍。所以这是告诉你，车用电子的趋势在这里，未来车子可能会飞。哦，这个我不知道，可能没有人驾驶，鸿海发表的。但是观众朋友，这就是一个趋势。所以车用电子当中，那你说你要不要去追宜利电？涨三倍了呢，你别去掉不？那如果有比它更好的题材，一样是车用电子，有比它更好、更不可或缺的，而且股价还没涨到，好像宜利电当初在21.9块这样的，你要不要去买？当然决定权在于你自己，但是该讲的我还是要讲。来，你看哦，宜利电大涨三倍，但这一档股票，来，我叫它车用电子底部起涨股。车用电子底部起涨股哦，仔细看，第一个，它的产品是双 B 的标准配备。什么叫双 B 的标准配备？宾士 BMW， 未来每一款、每一台宾士 BMW 出来的车子，车上你都看得到它的东西，这叫标准配备。那既然可以成为宾士跟 BMW 这种高级车的标准配备，你就知道它的产品有没有竞争力。好，那再来，除了车用电子之外，它要怎么样？云端跟 3D 列印助攻啊，这叫什么？这叫多重题材。
云端跟 3D 列印助攻，这个叫多重题材。未来不管涨云端、涨 3D 列印、涨车用电子，它就是要涨。那再来，筹码安定哦，出现怎么样？右肩大量。这个套一句筹码面的看法，叫做锁码量。哦，所以筹码安定，股价没有涨到，宜利电涨三倍，它还在低档底部，出现底部右肩锁码量的带量长红，任何一个拉回都是买点。哦，你说不要太多啦，创新高就好。哦，创新高就好，创新高你最起码可以赚超过三根涨停板以上。啊，整个波段哇，那更难想象，因为它是怎么样？它是双 B 的标准配备。哦，所以观众朋友，这一档股票，我们每次帮你选出来族群，一定都会帮你精挑细选里面最强悍的股票。那当然啦，这些强悍的股票其实未来就是你赚钱的机会。哦，所以这档个股，我们的会员要陆陆续续布局哦，因为它有这么多，包括多重的利多哦，云端 3D 列印，让我们的会员要陆陆续续布局。那观众朋友，这档个股我们帮你准备好了哦，想赚很简单哦，就看你自己的决定。时间关系，我们进一段广告。谢谢啊。Don't you realize you're breaking my heart? I'm crazy about you, and it's plain.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同享来了！第一项题材烧，热钱推升涨最快；第二项获利豪，波段操作赚最多。蔡老师、江老师双人服务，题材烧、获利豪，这两项帮您找涨最快、赚最多。请立即拨打有福同享专线02-2578-37772578-3777，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一张6999很划算，可以便宜一点吗？这样6980。谢谢。拥有两倍的从容，享受两倍的幸福。现在申办渣打新幸福账户，享两倍活存高利，还有提款转账免手续费，天天幸福加倍。渣打银行活存利率限时加码至0.8%。喜欢吗？还好，太贵了。喜欢最重要，钱再赚就有了。那我要走了。成本就这么高，我也没办法拉住你。39太阳能热水器，全国唯一采用日本进口太阳能专用不锈钢，独家荣获国家发明创作贡献奖、国家发明奖、国家建筑金质奖，得奖最多，台湾销售第一。现在买政府有补助。太阳能一级棒39。来年光世代100年，现在申办千元优奖，每月只要999，现省2400，再享7大超值好康，60枚同步优惠，每月只要929。海内光世代，上网就是快，快打0800-080-412。为了你，一直走在最前面。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最近常常在讲代表作，代表作。其实我觉得江老师的代表作很有趣的一点，有一个共通点哦。江老师的代表作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Long Japan， 我涨很凶，没错，涨幅很大，涨幅很大。那观众们，你去想啊，如果说你跟江老师一样有你自己的代表作，哇，你记就好鬼啊，大刚嘛笑嗨嗨，因为你赚很多嘛。啊，可是如果你没有代表作怎么办？没关系，江老师的给你用。江老师他很大方，会给你用他的代表作。其实代表作是这样啦，因为你给他看到我，你也想到什么股票？我知影你冇代表作，我老师我嘛有。很多人隔壁讲哦，那买宏达电，
一千股买，甲今麦个咧，迄嘛是代表作，迄是歹代志哦。你嘛讲老师，我嘛有代表作，我代表作是了钱的。我们跟你讲的代表作是什么？你今仔去看到我，好、哦，你今仔看到我老姜，看到我姜老师，啊，你也去想到什么股票，这样就代表作啦，对不？啊，你今天看到了又想什么股票？哎，今天很精彩哦。为什么很精彩的？你先看下去。这个是我们二月、三月、四月在讲的股票，叫做4703的洋华。当初我们选的股票都是在这里来看，这个营收每个月这样成长的啦。你去找说上市也好，上柜也好，有没有这样的股票，对不对？你给他记住哦。单独杀啊，从我们给你看到这个日期四月开始来看就好了啦。接着下来时间的关系，咱看下，咱看技术线型的好啊。除了我们带会员去买之外，还可惜拢有迄一景六块，你看技术线型。哇，结果起起来是安呢，来到56.3。哎、欸，你刚刚看那个，你记得啦吼？14。不要说我们12块开始到这样赚了多少，当然这中间吼有减资啦，外供者有减资啦，减资那个就拍换算的啦，你随便去换算，大概就差个1-2成而已啦。你14块安尼起起来，41.3呢，对不对？那赚这么多，你给他看这个是到哪里？其实这边是到11月中了，啊，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多少的是这个8个月的时间？这代表作起来了，你敢怎样？愈来愈近了。哎，上次这一档股票我们讲的是要起个8个月，那起起来，老师我等袂落呢，我想参加你的时间短短，还能紧赚钱呢。哎，今麦到过年剩2个月呢，我无法度讲安尼哦。这么久才涨，我还得单倍扣位呢。我知道你要讲这个，哎，这个是之前的哦。但是今麦刀出兵用吼，撸来撸翘啦。有南湾中正老师讲诶，哎，那还有代表作，要不然对折啊。你看我们第二档6226的光碟，这档股票来讲，这支就较紧啊。这个是我们10月底啊，我们在办讲座的时候讲出来的，有没有？也是一样题材，减资。业绩大幅度成长，那个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啊，6.8、6.9、7块钱啊，足好买，拢无人会含你抢。但是足侪人知我哇，人家老师在讲，还有一九五代表作哦，我们也是一样，直接看 K 线图就好，我们不用拿那个营收创新高给你看啦，嘿，你赶紧去查的，有啊，没跟我你看啦，你给他看从这里，哇，最高来到14块，我们给他算哦，这个当然都有减资啦。7块，安尼起偌济？刚好一倍。哎、欸，刚好一倍，一点都不差，整整就是涨一倍。观众朋友，你有看安尼起一倍啊？偌久的时间？哎、欸，从10月底到12月，一个月的时间，起一倍，啊，这很快乐吼，对不对？哎、欸，老师，今麦啦股票，我啦讲啊，一个月，因为现在12月初而已嘛。对。如果到1月初涨一倍，哎、欸，我这样吼。就已经赚得到了，观众朋友你也感觉未？愈来愈紧哦，用老师代志安尼吼，够无满意啦，哈，够为较紧的无咧，我们代表作为什么会越来越快？观众朋友你去他想，是安怎会愈来愈紧？啊，就我讲的，大家看到愈对愈多，大家就开始在买啊嘛，一直靠，一直靠，一直靠，所以愈来愈紧嘛。有没有更快的来再看下去吼？观众们，这个为什么会越来越快？你自己去想就好了。我们不要在这边说为了被这列行李冲下了。你给他看这一档股票，这个是我们这次演讲讲的。其实我们之前盖牌给大家，我说这一档个股是我在年初的代表作，会不会东山再起来？看 K 线，我直接都打你讲的啊，会不会东山再起啊？哎，直接都跟你讲了，会不会东山再起？观众朋友，你给他看。我们当初盖牌的时候就跟你讲说，这个是我之前的代表作，那一张会不会东山再起？那一张来，哦，都在你讲啊，会不会东山再起？盖牌的家有没有之前的代表作？会不会东山再起？有看到啦，一个字都没改，一个字都没有改。来看这边，观众朋友，看这里，有无？会不会东山再起？阳城，
迄杨成我顶界咧讲吼，是公家去用警示，警示甲被用分盘，分盘五分钟分无够分十分钟，十分钟分无够分二十分来四十分来一点钟，强要去用预售款券，哦、真正讲有够好气的啦！起家我来讲啊，嘿，定来去用分盘搞迄股票，我啊，除了有了我们叫他暴老之外，有台下讲迄个，我啊你拢讲迄分唔敢买啦，老师要气较济，你嘛唔敢买啦。所以我跟你讲，你把这个线看好。会不会东山再起？来再看一次，来会不会东山再起？会啦吼，阳城，这计小偌济？你敢知影？72块。啊，你来看加涨吼，我们直接看有没有带会员买？哎，来看一下扣讯，有啦吼。这股票拢上市啦，为什么带会员买，然后就涨停板？啊，出了没？有带会员买有出不？这才是重点哦。你若讲带会员买弄出去呀、啊，这个是昨天12月4号我们给会员的口讯。我们跟大家讲说什么呀？阳城再创历史新高价，上档无压，不必预设任何立场。作者观众吼、哦，作者迄客户咧打电话，哎，老师爱遐管啊，会涨到哪里啊？我说你不用预设立场。你得它破获掉的话，原来你卖掉你买不到更好的嘛？你有没有手中持股续报？五倍诶，搁咧续报哦，观众朋友你也知影哦。我们来看它的 K 线图，这支 K 线图你若看咧，讲哇，我怪你讲诶，愈来愈近。你给他看，从我们讲的跟你讲在这边，然后就一路这样上来，72块。然后99，昨天最高来到99.5嘛，这个只要减下来多少？27块嘛，有劲不？你看盘面上现在有哪一档股票能像这么强啊？哎，这一段指数是有气啦，你讲基础无气呀，基础嘛有气呀，气是输出啊，但是就是安尼起起啦。哎，涨到这里还跟你讲说什么呀？上档没有压了哦，因为本来是在这里嘛，968，这里是96.8嘛。哦，这一次我们演讲，我们有跟都有观众朋友看到，本来比较968嘛，迄阵啊高起一只大个，哎，迄968敢会来？我跟大家怎么讲？我说你看外资买的这么凶，投信买的这么凶。嘿，足侪人都拢有咧看我哦，老师，你迄股票吼，迄投信他安尼硬死命咧买啊，迄外资啊一直买，好像很怕买不到呢。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为什么他很怕买不到？如果他这个东西不好，你起来想看买者，你今仔去买，你讲一台面如果即摆卖你10万，抢要买啊？拼死去，迄个硬抢你嘛抢去，对不？我们讲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为什么他会买得这么凶？我说你要去了解，你已经有看到出这个端倪来，你要知道人家为什么会买这么凶啊？所以他创新高，嘟嘟啊后年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安尼有劲不？这样快不快？所以说每一档股票，老师说很多人到这里我还记得很清楚啊，在这边的时候，我叫一些新的这些客户进去布局。都卡点了，那嘛个老师诶，迄起遐济啊，你个叫我来买，已经78块了，你还叫我买，我说买唔买宰利，宰利啊，对不对？我扣信给你，我已经尽到责任了。你若刚刚讲一起做管啊，你承担不了那个风险，就宰利。但是呢，过几杯白料你唔来骂我，因为安怎你也看到99块。哎、欸，就想要骂你，哎、欸，就想要骂我呗，卖骂啦，于小姐，我就跟你讲啊，这样子要听老师，啊，老师你当初奈歪干咩，奈歪叫我一定爱买，所以说哦，人在讲诶，人能卡紧细卡，你要去追，你追得下去吗？追不下去嘛。其实呢，那一天收盘，他就开始后悔了，对，开始底下来后悔啊，我变安怎变安怎。人老师讲会卖掉，啊，我无卖，结果一卖就随涨停板。那你看这个股价这样涨上来，多久的时间？来，我们来算给各位听哦，1、2、3、4、5、6、7，七个交易日啊，一个礼拜多一点，因为一个礼拜就要五个交易日，一个礼拜多两天。啊，起安的有熊无？那你如果买到这个股票，你讲，哎，老师贵，你别搞啊，别赚一个年终奖金。
会付啊，未付，你拢未去想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啊，直接就涨这样啊，啊，直接就赚了啊。所以现在的股票是怎样？一涨上来啊，你就追不下去，又买不下去。但是呢，这一种股票就一直涨给你看。阿拉讲短线要赚获利，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就好。所以今天股票来你准备好啊，也是一样在这里的，就要涨了。所以你今仔日若要来找我，你讲惊讲阿老师要过年到啊，啊要搁一届摕足济钱出来啊，无钱啊，对不对？啊呢，咱来做一条短天期的，好咱赚一下年底奖金。好、哦，算讲我直接帮助大家，我们赚个年终奖金。第一个收你一点点的费用，短天期；第二个股票帮你找好了，这安尼七天起二十几块，安尼有用啊无用？你如果说你搁底下咧想，搁底下咧怀疑，就免别来啊！我真正讲的啊，我在那里做功德的呢，我查你这，已经用光速给你看，对不对？你看之前，那个阳华从四月到现在八九个月才长这样，对，那光顶哇，几个月就起一倍啊！对哦，啊，这股票七天，就涨了五成，涨了五成啊！那现在你有光，你麦克打我光黑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短天期啊，就到过年底啊，也就到农历年啊，时间嘛很短，对，不用花你太多的时间。但是安怎，这股票愈来愈强，愈来愈紧。讲一句话啦，要谈唔谈拢在你的啦，我们不能招揽客户啦，没错，对不对？对。但是呢，我是徛伫要帮助你的立场，你如果需要我帮助的，你才打电话进来。你说这一种股票我不想赚的，设立卖卡比了没有关系。你如果觉得说啊，我现在这是过年到了要赚一些钱啊，贵你来喝这来喝贵你，把握这个机会，只有今天才有、哦。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My name is James. I came to discover Brazil in the Ford Echo Sport in search of a new profile picture. I was more than just a coward. I was handsome too. I felt nothing when your flood came down. All the fires that made me wonder if the lights were wrong. With my hands that never touched no ground. Wherever you live, you can expand your world with a Ford EcoSport. 都会轻修旅 EcoSport 全新上市 Ford。好消息，好消息，有福同享来了！第一项皮财烧热钱推升涨最快，第二项获利豪波段操作赚最多。蔡老师、江老师双人服务，皮财烧获利豪这两项帮您找涨最快赚最多，请立即拨打有福同享专线02-2578-37772578-3777，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安利一支元净水器，高密度活性炭过滤，结合紫外线杀菌，才能真正滤净。安利一支元，关心您。我是桃子，现在上某某购物网，今天全站85折，有质感的占便宜是一种时尚，快上某某购物网。百家密点全球精品，亚洲最顶级居家购物中心，纽约家具设计中心，2013年。